蜜月穿梭机玩太空性爱。在太空舱的无重状态之下有几好玩，睇下佢哋咁嗨就知啦。严感都未够激，法国鬼才设计师奥克蒂利的蜜月穿梭机就可以玩埋无重性爱添。升上200公里高空之后，五个太空舱会由机身弹出嚟，变成五间房都不得止啊！两张可以平放的座椅，仲可以变身做双人床添。哇，加埋个透明屋顶，一边做爱一边睇地球，问你嗨未？哈，梗系冇咁盏啦！做爱嗰阵要靠特别机械装置绑住四肢噶，而且喺48小时嘅蜜月飞行中，全程有机组人员及到实，确保安全。唉，咁样做爱法真系随时塌 Q 啦！都是纯纯情情看看太空景算吧啦。